法师，诸位同学，请看第三觉知啊。第三觉知，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安贫守道，唯慧实业。经文很明显，前面三句是凡夫，后面这个四句是菩萨，很鲜明的对照。凡夫之人心无厌足啊，唯得多求，这是说明六道凡夫，特别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为什么会造成贪嗔痴慢几乎大到饱和点的现象？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思维，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中国，我们也可以说包括东方，自古以来无不重视圣贤的教诲。圣贤的教诲，无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乃至于在日本、韩国、越南，这个可以说都是这个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自古以来都是教导伦常道德、仁义，这些观念，对于物质的欲望总是不过分的需求，而重视精神上的享受所以我们看看古人的许许多多的文字、诗词歌赋我们今天读起来还能够感受得到他们那个生活之自在安乐所以知足常乐能体会得到。那么现在人一生呢，拼命追求欲望，欲望没有止境，那换句话说，终身呢生活在痛苦当中终身呢生活在身心紧张之中，这一生得不到丝毫人生的乐趣我们实实在在想不通他是为什么活着的这一生活到世间是为赚钱活到的吗是为贪求五欲六尘活到的吗？那么这还不算，那再看看佛法呢，对比一下，我们很自然地发现他在一生当中造许许多多的罪业，这些罪业必定感三途苦报，所以这几十年来
你何苦来呢？啊，是我们观察之后啊，确实感慨万千呐。啊，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遇到正法，啊，也非常幸运遇到善知识为我们讲解，啊，诱导我们修行，我们这一生才不至于堕落，啊，至少我们将犯过失、造罪业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啊，我们还要努力精进，希望往后啊，这个晚年虽然时日不多，总希望呢能够做到心地纯净，行为纯善呐，啊，能够有一天做到了，那都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啊，能够在一生当中有一个星期可以做到，有一个月可以做到，有一年可以做到，我深深相信呢，我们了生死、出轮回、求生净土啊，决定有保障啊，决定有把握啊，啊，这样我们这一生呢，没有白过。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的，那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是什么榜样呢？是出离六道轮回的榜样，是出离生死烦恼的榜样，我们应当觉知啊，应当学习效法，决定不能够增长罪恶。学佛如果增长罪恶，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因为他的形象是佛弟子啊，他不是普通凡夫，普通凡夫造作的罪业，他应当要受果报，啊，这是决定不能避免的。如果身是佛弟子，也就是说打着佛法的招牌，啊，自己表现是佛的形象，也在增长罪业呢，那就是破坏佛的形象，破坏正法的形象，这个罪要加重，到底加多重呢？那他这个很难讲，看他影响面有多大，时间有多久。如果他影响的面很广，影响的时间很久，那个麻烦就大了，那罪是非常非常之重啊。诸位也都知道啊，这在家出家同修都晓得，破活活身这忤逆罪也都要被地狱的啊。忤逆罪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这都不容易啊，一般犯这个罪的人不多啊。啊，触佛身学就是恶意毁灭佛菩萨的形象啊，这是算触佛身学，也不妥。可最容易犯的呢，破坏化身啊，就是破坏僧团啊，这个是忤逆罪之一，最容易犯的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
那个破坏佛的形象啊，岂不是比破活佛身还要严重啊？你破活佛身呢，你是毁坏一个寺庙啊，你毁坏佛的形象，让社会大众对佛教升起反感，升起厌恶。诸位想想，这个罪过是不是应该比破活佛身还要严重？学佛是求智慧，有智慧的人见到一桩事情，儒家常讲的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佛法里面也常讲闻一知十，一闻千悟啊。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能贯通许许多多的事理啊。所以真正学佛，我是常常在劝导，佛的形象重要，我明了，我常常劝大家，但是很少人能听得进去，很少人能够照做啊。所以不能够替佛在社会上树立一个好榜样，令人敬重啊。早年韩馆长往生啊，我们不得已离开台北图书馆啊，我没有办法，不能不离开。我劝导图书馆的大众，你们最低限度要在图书馆住满三年啊，那个三年就是馆长往生之后三年。你们看情形啊，如果必须离开的，你们可以离开，至少要住满三年啊，我们才对得起馆长对我们往昔护持之恩呐。人不能够绝情绝义啊，那就不是人了，比畜生还不如啊。啊，同样道理，我离开新加坡，我一再劝勉同学们，你们住在新加坡净宗学会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住在居士林的人，也至少要在那里住满三年。这些人不听话了，我离开之后他们通通走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啊！我离开是不得已啊，哪有这种做法的呢？啊，到了澳洲啊，澳洲原本有个净宗学会，在布里斯本啊，我们往年常常到澳洲去弘法，都是这个学会也来接待啊。那么学会当然过去我也帮助他很多，我们也有几位物资辈的同学住在净宗学会啊。我在图文巴建这个学院啊，净宗学院建立之后，我就告诉住在学会的这些同学，你们不必上山，你们应当啊要在那边多多帮助他们啊。他们哪一天不高兴了，叫你走了，你再上山来啊。但是也没有人听啊，只有一个悟僧法师啊住在那边，他是越南人啊，他不懂普通话啊，也不懂英语啊，所以住在山上跟大家不太方便呢，这是依旧还住在学会里头啊，是不听话了，他不知道我的用意啊。我们念念当中都是希望替佛法树立一个好形象啊，学佛的人有情有义有恩
有德，你才让社会大众尊重啊！社会大众尊重你，就是尊重佛法，就是尊重诸佛菩萨。诸位想想，这个功德多大？如果我们所表现的，让别人毁谤、轻慢，啊，瞧不起我是小啊，瞧不起佛菩萨，瞧不起佛法，这个给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自己就有过失了，就增长罪恶了。啊，所以这个三句啊，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你仔细去观察，这里头有大学问，有很深广的意义。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福是祸，佛在此地都提醒了我们。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每天要思维。啊，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学生，啊，佛弟子要记住，我们天天要在佛的面上贴金啊，这就是我们的行为，依教奉行，佛有光彩啊！啊，我们就有福有慧了，富贵双修，千万不能呢在佛脸上吐大粪呐，那个造罪业，突然违背佛的教诲，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个罪业堕阿鼻地狱，不能不知道啊！再看后面这一段，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安贫守道，为慧是业。这是佛教导我们啊，我们应该要觉知，应该要晓得知足常乐。人只要知足，他就没有需求了。古人常说啊，人到无求啊，品自高啊。觉悟的人，修行人，在这个世间肯定是于人无增，于事无求，他才能够安贫守道，才真正能做到啊！不但对世间法不贪求，就是连出世间法也不例外。《般若经》上讲得好：“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了，佛法都要放下了，都不应当贪求啊，何况是世间法？这说尽了，这个道理很深啊！啊，我们要认真去学习，去研究。啊，为什么连佛法都不能贪求？啊，这个道理大乘经上讲得很好，佛法是缘生的，因缘生法了，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佛法也不例外。啊，那什么是真实的呢？只有自信是真实的，自信里面一法不立了，不但没有世间法了，佛法也没有啊。自性里头列一法就坏了啊！佛在《大佛顶首楞严经》上说的：“知
世间立志是无明本，这个是富罗那尊者向世尊请教的。那自心里没有，本来没有无明，为什么会有无明？啊，无明到底从哪里来？佛说了，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的，一句话说破了啊。无明从哪起来？就是你希望要建立，麻烦就来了。啊，六祖大师高明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一发不立了，那就是明心见性啊。你还要列一法，你错了，那就是无明的根呐、啊！啊，那就是不知足啊！啊，知足的人心里头一念不生啊，无论在什么境界啊，善缘也好，恶缘也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在极乐世界也好，在阿鼻地狱也好。绝对不会起心动念，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知足啊。有一念好恶的心，哎呦，天堂我喜欢啊，地狱我讨厌，好，有一念的这个好恶，那就是无明，那就是见立，那就是不知足，那就错了啊。所以经上说的是很简单的、啊、等于说文章句句都是题目啊，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做成大文章啊。啊，每一句话了要写成书都是大著作啊。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懂，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不能不认真学习的。常念知足，这一句话意思无限的深广，可以说世出世间一切圣贤他们自己都做到了，做出来给我们看啊，他们教导我们也是这样，像佛一样。在中国我们看到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啊，在佛门里面我们看到佛菩萨，看到历代的祖师大德啊，在西方宗教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看到耶稣啊，在古兰经里面我们看到穆罕默德，这些世间伟大的宗教领袖没有一个不是知足常乐的，也用知足教化一切众生。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很多啊啊，特别在佛法，菩萨要成佛啊，先要去做补处菩萨，就是做后补佛啊。每一种菩萨成佛了，一定先做后补佛啊，叫补处菩萨。后补佛住在哪里呢？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意思就是知足。你们想想看，这什么意思？啊，菩萨真正做到圆满的知足了，他就成佛了。啊，虽然在修知足啊，但是没有修到圆满，所以他还是菩萨。啊，知足修圆满了。就圆成佛道了、啊、那么现在弥勒菩萨在斗率天、啊、修什么功夫呢？修知足的功夫
等到他修圆满了，他就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示现成佛呢？要56亿7000万年之后。我们听起来，哦，这个时间很长啊，但是在斗率天呢就不长了。斗率天跟我们这个地方有时差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啊，一天呢人间400年。那个地方也是365天是一年，他们的寿命啊，一般的寿命4000岁呀。这样算一算呢，到斗率天他的寿命到了，他就到人间来示现成佛了。这个时间用我们这个时地球上时间来算呢，就是56亿7000万年。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呐、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末法10000年呢，现在已经过了1000年了，还有9000年。所以，许多宗教讲世界末日，我们佛教没有末日，但是佛教说有很大的劫难，这个劫难是什么呢？是大三灾、小三灾呀、那我想到这个劫难呢，应当是小三灾，小三灾，刀兵劫、瘟疫、饥饿，早年我学经教，听老师讲。小三灾，看古大德的著书里面讲小三灾，我都没有办法理解。真的想不通啊！你看看我们这个世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小三灾这个刀兵劫里头啊，都不算是刀兵劫。那小三灾刀兵劫多长的时间呢？经上给我们讲7天7夜。我就不懂了。接着呢，刀兵劫之后啊，有7个月7天瘟疫。瘟疫过去之后啊，有7年7个月7天的饥饿，所以这经上讲的我们没法子理解呀。我第一次到日本，跟这个道安法师来的，那一年是佐藤荣作首相啊过世，我还到他家里面去祭吊，他的儿子佐藤信二接待我，那么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到长崎、广岛去访问。这一看，原子弹爆炸之后的状况，我豁然就明白了。佛经上讲的小三灾是核子战争，广岛那当地人告诉我，我们去参观这个博物馆，看到这些照片，告诉我，他说核子弹爆炸之后，这个瘟疫就是射辐城，虽然当时没有死，被这个射辐人照顾之后寿命大概就是
淡年的样子，佛经上讲七个月七天啊。那么接着呢，这个地方草木不生，我去的时候大概是第九年吧，地上刚刚长草，他告诉我今年地上才有草，才有小树啊。七八年呢，地上草木不生呢，那当然就饥饿了。所以我这才明了世尊所讲的第三次核子大战叫小三灾啊。那其他宗教里面的经典所讲的叫世界末日啊，在佛法称为小三灾。那我们看看现在小三灾非常可能发生了啊，所以这是真正令人感到不安啊。可是真正学佛的人呢，那常念知足啊，这个恐惧没有了。为什么呢？核子弹爆炸我们不在乎，我们乘这个机会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有好地方去啊。对于这个世界呢，绝对没有丝毫留念啊。但是不学佛的人，不修净土的人，那个苦难就严重了啊！他们必定怀着有怨恨，而这种人与人之间，人与一切动物之间，人与一切鬼神之间，那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呢，这个灾难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不是一生是一世啊，是生生世世啊。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觉知的啊，所以常念知足啊，这个修行的这个行门比什么都重要。现代社会从去年美国纽约发生911事件之后，全世界都感到冲突的严重，所以有不少学校、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怎样消除冲突，促进和平。澳洲昆士兰大学把这个课程列为最重要的。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这经文就把原因说出来了啊。冲突的原因在哪里呢？心无厌足，为得多求啊。一切众生身心内外冲突，佛是一语道破啊。那要怎样化解冲突呢？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的，常念知足，安贫守道啊。啊，我们内外冲突都化解了，世界的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不难落实啊。如果这个冲突不能化解，我们看这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战争科学家告诉我们是这个地球上叫末日战争啊。我听人家告诉我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第四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武器啊，是木棒跟石头啊。你们就想想这什么意思？人类所有一切的文明在这次大战当中全部毁灭啊，所以要从
木棒石头从头来起了，你说这个现象多么可怕啊！所以这个世间呢，确实有不少至死仁人非常担心。昨天中午从东京来了一位年轻的学者啊，他也是从事于和平工作的啊，也做了不少年了啊。这个学者是一位大学教授啊，是昆士兰大学一个老教授啊，给我介绍认识的啊。他在日本做着工作，昨天我们也谈了很久啊，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冲突啊，促进和平？经文好啊，所以英国汤恩比博士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这个是真实智慧，有学问，有眼光，有见地啊。我们在佛经里头，无论是哪一部经论，确确实实你真正要理解教义啊，要能够奉行，能够推广，确实能帮助这个苦难的世间众生啊，能帮助他们化解冲突，带来和平幸福。常念知足，安贫守道，为慧事业啊。所以菩萨所求的戒定慧三学，这个世间众生所求的是贪嗔痴慢了 啊菩萨跟他恰恰相反了，菩萨是放弃贪嗔痴慢，一心一意在追求戒定智慧。